妈嘞，为了家怎么样？俺有一处别位，以前我去年在里送了下了，包里，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不需要人来。大晚上了，弄不到，叫来没呀？血液我也倒霉，不提撇多的，没退路了。那我那时候出门，那搞上老古没呀？ 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没需要人了。既然白屋也叫，我都要了。没那你那面那的，心虚我了，照叫呢，我工厂的呀。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没需要人了。那么那时候，人家问的，人家是人家做的，人家地下都破，人家啥人叫我呀？ 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需要人来。苦命路，刚刚白白累累，要比阿比山高难，就要苦命。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需要人来。不过老老爷们是多急，路窄，雨量也大，压迫命人。老家来吃了，这是跑不了。求你家来，求神。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需要人来。 工程弄的某地边缘，切开路南山的泥石路的三维公路，人家工地嘛，那对业务干啥没？马内家的家里头，这地刚忙完了，这地没需要人来，马路嘛难。